的这个解释，哦，因为伊若解释哪者，那表示讲伊这是讲未通的啦。啊，正在大家拢感觉讲，咱唔知变来去做较好些解释的时阵，哎，十月十七嘛吼，这个马英九啊，讲啥呢？讲啊，伊咧考虑啊，要甲北京签这个和平的协定啊。和平协定，我这真大胆呢吼，感觉上那种有咧倒扛啊呢，一步一步，咱讲吼，温水煮青蛙，哦，咱本土台湾人一步一步引导入去一个真危险的境界呢。对吼，咱个想起来，实是台湾的危机重重啦，危机重重。自从1945年10月25日第一天，中国军队入来台湾来接受这个日本的这个受降，安尼两年，伊就宣布讲台湾归还和中华民国。啊！台湾已经光复啊！呢，用这来瞒骗台湾人。啊！伫这个进程啊，开罗宣言发表以后，伫中国的半山就开始对台湾做足个广播，用 radio 用 radio 的广播对台湾广播。而且呢，台湾的知识分子因为欠缺国际观啊，无迄个国际观，对国际的关系也无啥物了解。咱知影，足济迄个时阵嘛是有读英文的教授，也是讲教英文的老师，但迄个时阵真少人去研究国际法，也是讲国际关系。所以啊，迄当阵的知识分子嘛，一直想讲，阿哩被汉化了，就是汉人。当然，咱无否认讲有少数人对福建的沿海前来这个所在来发展，但是我昨恰恰我昨昏看一本册内底。讲到李春山，即个讲到李春山较详细的解说。李春山就是1895年日本兵入来到台北的时阵，伊为了维持台北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秩序啊，伊特别邀请英国、美国的生意人去甲。日本兵来谈判，要安那来和平移转台北，卖发生战乱安尼。这龙应台写的哦，已经推崇这个李春山呐。伊讲李春山是厦门人，28岁，伊28岁时，伊是基督教长老教会，28岁时，伊就来台北发展，啊做地。啊，然后伊足济观念甲中国个知识分子拢无共款，伊接受西方个基督教个文化，然后伫即个大道城迄个所在起一个大道城个基督教长老教会。哦，伊感觉讲中国一直咧讲进化论是正确个，伊反对进化论迄个观念。啊，过去我嘛捌看到这段咧。啊，假使讲伊讲伊是厦门人来遮是正确个先。咱会当可以会当想象，哦，讲有少数的中国人，确实伫1895年进前就刷来台湾，但是大部分的被汉化的并不做的，家己并无了解伊过去真正的这个祖先的这个传统，还是讲祖先的这个。传承啦，哦，因为根据迄个
咱讲沈建德哈、哦，沈建德说话讲，晚清的时阵，因为足重的税，大租、小租，哦，啊对农民的税拢足重的，大多数病院的病保都拢是农民，那像阮兜就是啊，历代拢是农民，啊租税、租税拢足重的，啊所以晚清的官讲，你若是接受汉化。接受汉姓，接受我给你的族谱，我来给你减租、减税。啊，当然啦，这足现实的问题啊！哦，你税金甲重干呢，因要剥削哦。税金重干呢，我为了减轻我的税金，增加我生活的内容，改善我的生活，我当然是足乐意接受这个所谓的姓啦、姓氏啦、哈、姓氏啦，还是讲族谱。啊！但一代过一代无交代清楚的时阵，煞家己想讲，伊就是汉人。啊，所以伫战后1945年战后中间，一方面半山伫中国大陆对台湾做足侪广播，另外一方面是咱本土的兵部做汉化了，家己是想讲伊是汉人。我讲一个例，我伫做局长时，伫咱这个对过两个山头遐。我伫做田迄个所在，迄个庄头叫丁社。丁社所有的姓大部分拢是姓男的，姓黑社哦，男哦社，还有潘姓潘这三姓。这三姓为主体是拢凯达格兰族，凯达格兰族，迄看起来就是咱原住民迄个样貌。因甲我讲哦，因在地人甲我讲。啊，迄当阵吼，你若讲讲华人吼，你互骂哦。因即使看起来就是讲海拉格兰族的，你袂使甲讲是华人。伊讲吼，有一个人用铁马，较早铁马就不得了啊。哦，我六十年前、七八年前有铁马就不得了，用铁马，铁马后边迄个架啊足大个，用人啊载土犯啊阿囝入去。啊！再到伊迄个砖头，倒来讲哦，土犯啊，土犯啊，囝啊，土犯啊，囝啊，呢，你袂土犯啊，囝。你有一个人啊，毋知是姓潘姓哪，讲哎，袂阿囝，你来，你来。哦，我要看你啊，讲怎啊甲透开，讲摕落来好看呢。规个拢甲倒对啦，倒对迄个路边的迄个水乌落去啦。啊，你袂土犯讲啊，你若安尼，你若甲我犯啊，土犯啊，拢甲倒咧水底落。因为啊，你是安尼入砖头落，你骂我是犯啊。还知无？意思讲，伊本来就凯达格兰族是平埔族个呀。啊，汉化了，伊就无承认讲，伊就是华呐。伊犯好嘞，伊我倒来去看不起啥？无山族个，伊人真古怪，袂记得家己，就是讲咱汉人所讲讲数典忘祖啦。袂记得家己本身就是平埔族个，袂记家己本身平埔族甲高山族个完全是共款个。拢是同胞兄弟啊！我有一摆伫板桥的高铁站要去坐电影的时阵，看到一个瓷器的展览，非常足快。你讲到台湾的原住民的生活的样貌、甲文化，讲到最后的时阵，对上早六七千年开始，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讲，尾仔讲，哎，平埔族忽然消失。一两百万人的兵部族忽然拢消失去啊！这敢有可能？因为拢汉化去啊！不汉化了，大家未记得讲，伊本来就是兵部族的。伊读汉字，讲汉话，哦，拜祖先，姓蔡、姓陈、姓张，嘛是汉人的姓啊。公妈拜，佫甲你讲，哦，你这吼、哦、是多一个所在，多一个所在来的，我都唔知影别人安怎。我有去寻根，找几礼拜，拢斗袂下。阮大姊甲阮大姊敲电话，伫遐敲电话，伫福建敲电话，倒来甲我问详细，搁查看觅。我讲毋免查，咱咧是假，咱咧是清朝的官好咱咧，咱本来就兵部族，咱毋是汉人，毋免查。所以去年，去年我有去。福建的时候，经过迄个下菜迄个所在，地皮就讲，你要去看你，要找恁的吼，恁的祖先的所在，我唔免找啊，阮姊也过来当情吼，
两三三四人前来找，找几礼拜拢斗袂下。讲阮唔是汉人，阮是平埔族的，足直接安尼甲讲。我咧讲吼，太侪人无法度去想着这点，所以伫1945年的时阵啊，半山对岛内做公布，然后岛内知识分子家己嘛想讲伊是汉人，所以拢变做祖国派。包括日本30000的留学生，有8000人是祖国派，真正中啥回归祖国。真认真去读三民主义，去读苏联在中国，拢是孙中山、蒋介石的作品。啊，所以1945年8月15以后，我看杨基贤先生的回忆录内底嘛讲，大家欢喜个呢，讲啊，终于得要离开日本的殖民统治。要回归祖国，要来建设新的三民主义的模范性。哦，什么自由民主，有诶无诶名词拢出来，真新。虽然毋捌，但是半山甲咱广播拢讲遮，哎嘛，感觉足兴奋足好呀，用走路拢会感觉足轻松诶呀。那你想讲，1947年二八事件发生诶时阵？但是3月7日到3月14日安尼7-8天中间，太10几万啦。讲3月大屠杀，3月大屠杀，啊，太10几万啦。台湾的知识分子才开始觉醒、甲反省。但是伫中国顶下半山，拢畏惧要紧啦，一直给你抹平。讲咱拢是中国人，啊，因为日本统治50年，所以恁脑海内底底拢是日本的物，所以才有这款的悲剧发生。检讨已经来不及，所以啊，走去海外，足侪人主张啥？台湾应该由美国来托管啦，台湾应该来自决啦，最后拢无法度。才开始有台湾独立运动，但是甲想彻底，对1950年甲即摆2011年啊60冬，咱的台湾独立运动拢未成功啊！啊，台湾自自60冬以来，国民党一直拢用尽彻底中国化的教育。来甲咱驾驶，只有真少数的人，才会一开始就开始怀疑伊这个教育是不对的。那像我本身对教科书我拢无啥读的，我定来甲我囡仔讲，唔免读遐侪教科书，尽量去涉猎以外的物件。我初中的时阵要较调皮较戆。但是读足一下教科书，再到高中，我就开始有咧反省，因为我感觉讲真古怪呢。是安那学校的校长、训导主任、教官、统帅军的老师，拢中国人，拢中国人。我读中商的时阵，足侪老师拢足优秀的。拢留级咧，教历史、教地理、教统计、教会计，诶，拢台湾人，拢留日归国学生啊。但是因啊，拢无法度做教务主任，也是训导主任，也是校长咧。啊，古怪呢，而且校长是做10几冬，拢免换人。迄阵我就捌安尼想啊，啊，入到高中的时候，究竟吼？好学校的学生较古怪。我读漳中的时候，我那班就拢咧订文星，订《自由中国》，哦，足开明的呢。啊，我那个老师虽然讲伊是中国人，伊留学生，伊嘛足开明的呢。伊拢鼓励阮哦，
教科书免读足济，但遐册人爱看济。所以伫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是讲有点不对劲哦，有点不对劲哦，就开始对这个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合理性，或者是合法性来怀疑，有咧怀疑。但是真知影，因为看遮济文章，看足济，知影讲不管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伫台湾，敢去甲蒋介石政权逆目的，若毋是去红关、去红台，就去红安尼围剿就对啦。伫迄、那个，伫这个布江杂志方面围剿，我那就去当阵李敖，李敖甲徐副官，徐副官伊是反对全盘西化、专盘西化。但李敖是主张专盘、专盘西化，是自由主义者。伊讲伊是甲乌色、甲尹乃光一脉相承的，所以是自由主义者。啊，但徐副官东海大学教授，伊就甲伊有一挂文字上的辩论，哦，像这物件，阮安尼流传这文章吼，这文章安尼咧流传安尼读。就是想讲，即使是李敖，即使有乌色，也是尹乃光，拢是中国人，来到这个所在，要主张自由主义，反对啥集权，反对独裁，也是不容许的啦。啊，那么你本土台湾人要较民讲，所以只有乖乖做顺民，哦，认真读家己要爱读的册。所以我准备联考的时阵，才用一百天。之前我拢在读啥？读政治学，读化学绪论、化学原理、法律哲学，读各国宪法、比较宪法、比较政府、比较各国政府安尼，类似这物件，拢较制度派、制度派、制度学派，哦，制度学派的这文章，较早无行为学派。哦，无行为学派，拢是制度学派。啊，读到最后，剩一礼拜，剩一百天的时候，才开始读教科书，哦，来准备联考。安尼，所以像我这款人，足少数。大部分的同学哦，哦，对高一就开始一直咧读到金牛鸡啊呢，读到安尼金牛金牛哦，啊，但是连续考三届联考都考袂到学校。啊，这款的人，哦，这款的人我有同学是安尼，读较金牛的吼，人金牛鸡安尼吼。啊，我毋是啊，我读的我感觉我读啊足快乐的，我上课听一个尔啊，啊大部分时间转头咧看我家己想要看的册，啊像咧考试，啊期中考、期末考两届，考试进前一礼拜再来考书，啊就绰绰有余啊。所以总共一句在讲吼，咱台湾现出时的危险性是啥呢？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代表本土台湾人的民进党，甲代表中国人的这个国民党，拢差不多，拢有这个想讲将来要甲中国统一的迄个主张，或者是这个观念。这对咱讲，对咱来讲啊，对咱本土台湾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今日透早我就看到咱秘书长一篇文章，哦，我本来是想一篇嘞吼，我看看我怎么传出呢？啊，伊讲啊，这篇文章是2009年12月7日啊，伊讲国民党将台湾新世代彻底中国化，彻底中国化，无认为中国是企图要来并吞台湾的敌国，哦，伊讲按照即摆的趋势，中国殖民的体制，中华民国。所产生的新世代领导人啊，吼，一定是个个拢是亲中的啦。台湾就有可能吼，和中国用和平的手段去并吞去啊。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煮到尾的时都熟啊嘛，青蛙都跳袂出去啊。就是讲本土台湾人，去互骗到个个，骗到唔知啥是真呢。
真正的历史是安怎？即整个历史脉络是安怎？拢无了解。那像咱秘书长演讲内底讲讲，什么人迄阵来拍台湾的？伊讲日本啊，日本来轰炸台湾的啊，台湾的大学生、研究生，敢若想讲是八年的抗战，是日本来轰炸台湾的。这款的矛盾的答案出现在咱年轻人心目中，这就表示讲真大的危机。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已经未记得家己真正的历史，这是足悲哀的代志。伊派人讲讲，一个人，咱会讲推演到讲一个社会，也是一个国家啦。一个人若唔知伊过去真正的历史，伊就绝对无光明的未来啦。咱正正就是这款的民族。咱的历史，咱所读的历史，拢是编造出来的、抹平出来的物件。不三时、电视、报纸所写的物件，拢是咧甲咱抹平、抹平事实。所以，咱脑海内底无真正历史的脉络，因为无这个历史的脉络来追寻的时候，就忘了我自己是谁，讲话就无合理，做的代志行为上嘛已经拢偏差去啊。所以，家己数典忘祖拢唔知，刚听到讲汉人咧，甲你讲哦，你无爱甲中国统一，你就数典忘祖，你要独立，你就数典忘祖，啊，就惊到要死啊！安尼，本土台湾人是毋是足可怜的啊？红鲤鱼到底，红鲤鱼等到鼎里底杀，也唔知啊！红出袂去，要替迄个人来算钱啊！我讲台湾人的悲哀是安尼啊，唔是你认为所讲的讲啊，因为台湾人被压迫，所以有台湾人的悲哀。我感觉上被压迫是迄是物质上的艰苦，还是讲精神上的艰苦？即讲唔知影家己过去真正历史。啊，然后我倒转来，足济咱即摆年轻的世代，或者是讲读国民党的物件，脑海内底。钱足济，伊国民党遐使，结果无法度判断真还是伪啊，没有办法判断真伪啊。啊，想代志拢用脚头，拢无用脑筋去想，安即我感觉是台湾人的悲哀。最后去用出袂去，嘛要唔知，要足欢喜。那是讲1945年的时候，完全无国际观，啊嘛对中国完全无了解。敢若想讲啊，日本甲咱管甲足严，足歹，啊，所以呢，咱无爱互安尼管，咱就来抱中国的大腿，回归祖国。结果，国民党统计讲，伊伫迄几工伫二八事件是杀28000人尔，伊同齐一切来列写足白，用迄28000人。等于日本统治台湾51冬，对反叛者甲屠杀的51冬内底才杀杀28000人，都差不多遐啦。包括无些事件讲，安尼到底是日本对台湾人较好，还是中国对台湾较好啊？刚才日本事件一。正式公布讲人口减少，伊正式有多少也是28000人。到1953年的时候，警备总部发表讲，有迄个户口无人的有126000啊。所以咱郭牧师伫这个台湾的真正历史内底讲，大概拢总被屠杀的154000人以上的。才一个3月而已，3月大屠杀，杀150000人呢。台湾人嘛，唔知影讲要来为这个代志来表示一个哀伤，就是讲即摆啦，过去当然拄开始的时候，咱的长辈是惊到要死的啊，叫咱拢袂使讲，什么囡仔人有嘴有耳无嘴啦，哦，有耳无嘴啦。啊，像我那边人甲讲，哦，我甲你讲这個，你出去都唔能讲哦。啊，我甲你讲这個，你出去，伊都亲身看迄清单，人都死去啊。
啊，阮迄武馆，我来讲是开武馆的呢，用咱的刀甲长枪，哦，迄枪吼，拢无效啊。伊那远一千单，伊就死去啊。哦，我那边咧怨叹互我听。所以啊，咱的信徒家，伊感觉足难过。不过，难过，心内难过，是绝对无路用的。咱咧养成一个个性，咱若拄到逆境、拄到逆境啊，爱增加，家己爱经过家己，袂使因为拄到逆境，咱就怎啊消极过日啊？相反的，拄到逆境。咱爱吼，哪坚强，意志哪坚定，甲逆境来奋斗，安尼咱才有可能脱离逆境。咱养成这个个性，咱民政府、咱法律建构会同心合愿，爱养成这个个性。这个逆境哪严重心，我都要哪认真。咱看犹太人，犹太人的逆境上严重，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台600万。啊！但是因为远见啊，一台600万进前50吨、40吨的时候，赫佐伫1895年看到讲，伊的一个犹太人叫人误会讲伊是间谍的时候，伊感觉讲法国是上疼惜犹太人的国家。结果因为伊有间谍阿曼逊，迄、那个国防部内底单位，迄、那个军方的单位内底，干阿一个犹太人，迄、那个犹太人防误会讲伊就是间谍，然后甲伊判刑，甲伊。长期给他监禁，放入这个监狱，而且呢，造成整个法国这个对犹太人的这个法国人对犹太人的这个不满，他就开始反省，他说这样就不是办法了，哦，所以他就主张说一定要建立一个犹太国。这个逆境发生的时候，他颠倒什么？坚强站起来，他30岁而已，贺佐那种才30岁而已。经过14天的奋斗，伊就死去啊！伊就死去啊！但伊去奋斗的时，伊后边对两个少年呢，一个威斯曼，伊阵读柏林大学，啊，一个就是边古利亚，伊阵要足细汉的，对伫后边，安尼继续努力，用坚强、真坚强的意志，来甲这个合作共同奋斗。当贺佐四十四岁死的时候，威斯曼接手，伊甲这个本古里昂一直到最后1948年的时候，伊这个建国奋斗到遐久。咱民政府可能每一个中心嘛爱来甲贺佐、威斯曼、甲本古里昂。来学习，爱事先爱有准备。本古里昂48岁的时候，才开始担任官职。伊当时英国殖民这个以色列的时阵啊，伊担任官职的时候开始做啥？组织军队啊，甲英国建议讲，我要组织一个犹太兵团，哦，要来收留各所在流难的这个犹太人，啊，帮助英国来拍德国。安尼，啊，英国方面拢真赞成啊，因为伊兵单有限，犹太人有这个意志上好啊，啊，透过这个动作的时候，伊就准备啥，为犹太的独立甲建国准备一支足强的军队啊。所以伫1939年开始，一直到1948年，才9年呢。战争结束的时候啊，英国要求讲，伊所有军队拢改。改善，伊家己放在屯垦区，化整为零，拢变成啥？变农民。但召集起来都是一支军队啊，准备啥？伊独立的时候一定要战争，甲阿拉伯的战争啊。果然如伊所料，当联合国讲要予伊建立国家的时阵，阿拉伯四面八方阿拉伯的军队就入来，伊阵伊的军队已经差不多36000人。甲40000多人中间，每战皆捷，最后
你算真正独立啊！我相信啊，这段历史会留咱啊，民政府每一个中心来给祝福，因为吼、一定要有所准备啦。所以咱需要真济真济人才来参加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咱除了伫这个所在来欢迎各位以后，以外嘛希望各位转去爱替咱民政府来找人才。回过头来就讲，这人才来一定爱先会了解台湾真正的历史。所以咱的课程内底非常重要，哦，认识台湾的历史，就是讲台湾的国际地位，还是讲咱秘书长咧所讲的，拢甲整个历史有关系。伊定来讲讲，对1895年开始讲起，讲到即摆来讲，这整个拢是一个历史脉络。咱国牧师，国牧兵，咱的教务长。伊讲到这个台湾健康历史的时，对荷兰、对郑成功时代，对满清一直讲到即摆安尼，伊看太侪有关这方面的信史啊，所以国民党出版的拢毋是信史，所以有真大颠覆传统国民党荷兰这个这世代，也是下一世代。的教育内容所讲的，超越到整个国民党所讲的物件，所以我的囡仔来这受训了，讲爸，我以前都没有听过这些呢。哦，我捌甲你讲，但你拢无啥注意，你想这个课本拢无共款。伊来听了有系统，安尼听了就了解，就了解，用这是绝对用安尼讲是足劲爆的。伊讲伊等于有甲因同学讲。因同学讲，伊有咧注意咱个民政府个网络，伊小可婆婆知影。但咱需要较济人知，毋是少数人知。不但老一辈爱知，中生代爱知，上重要着少年个遮爱了解爱知影。若毋知影时，迄行路一直扑车去，将整个未来个五芒拢放伫中国，这是绝对错误个，绝对错误个。所以哦。我今日看到这个，咱秘书长2009年12月13日，还是2009年07年中间写的文章，用台湾切割中国之后这个文章，各位可能有摕到这 paper 吼。我感觉讲大家认真加拜读，一定对内底有得到真大的这个收获呢。啊，我看了我是啊足感慨，我甲我的国内朋友。简单写一个，比如讲，这篇文章看了我足心酸的啦，我足心酸啊！我看第一篇啊，我看足心酸。讲吼，因为我足心酸，所以请大家甲我分享我的心酸啊。有时分享我欢喜啊。那好的朋友是啥？上面我艰苦的所在，你也要甲我分享，甲我斗负担。我欢喜的所在，你来甲我分享。好朋友是安尼，所以啊。咱希望讲，咱即摆每一个人来这个所在，认真甲这两天较低的课程来聆听，做笔记来做笔记，我已经做足侪笔记。哦，做笔记了，你若有啥物将来搁读相关的文章，会当把要点放做伙，变成你的学问。我经过伫这个所在都较无一年的受教。啊、我就已经整理出一套东西，我这两礼拜也写不少东西，写文章、也因为你写文章就看很多相关的东西、相关这个方面的这个论述、我对这个1945年写到我们2000年左右，已经写到讲我们合作人写一篇 Understanding 一篇文章等等英文的 Understanding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ies His position of Formosa and the Piscator 这篇文章英文的拢总12个密密麻麻，伊发表伫这个
哈佛亚洲季刊 Harvard Asia Quarterly， Quarterly 就是一个 quarter 一刊、哦、quarter 一个 quarter 一年有四刊、哦、一季一刊，一季一刊，所以 quarterly 叫做季刊，哈佛亚洲季刊。我这礼拜大部分时间拢在研究这篇文章，啊，看足感慨。啊，我要伫礼拜天哩讲，来甲大家报告我研习的心得。啊，我简单讲到这个所在，最后祝大家伫这两天较个研习收获满满，哦，身心愉快。谢谢大家，谢谢。起立！立正，行礼，请坐。叫滚十分钟。各位吼，咱那个电梯边啊有迄个咖啡吼，大家准备迄个零钱呐。
就做。起立！立正，行礼，请坐。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未坐呢吼，大家晚安，大家好。恁来遮上课吼，我相信讲台湾民政府的遮个论述啊，应该是差不多吼，普普啊，拢有听过，甚至你有看过。但是呢，虽然你有看过，你有听过，你对台湾民政府所讲的台湾地位啊，无一定有法度深入来了解。啊！你的心内呐，你想讲，短短三天内底上我的课上三节，安尼讲你都已经是台湾，你都拢足清楚，也无可能啊。所以呢，这个无可能的内底，我要甲各位建议，台湾今日的地位，台湾过去这个六十六档以来啊，所收到。诶，这个遭遇啊，这个遭遇啊，他们讲啊，真正是以全世界来讲啊，绝无仅有。含咱家己什么人，你都家己搞不清楚。何必讲？你六十五年来，咱所受到的教育，甲你讲，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将来唔捌有人怀疑，但是同款的一个教育，你若去甲美国人讲，像何瑞元就好，你甲伊讲，你是英国人，嘛是美国人，一定讲你是笑的。我若是美国人，就是美国人；我乃英国人，因为中国的文化，定咧甲你讲是。以夷制夷，以华夏，以这个汉人做主，别说敢那全世界，敢那这个汉人存在而已。其实这个所谓的汉人呐、啊，是以中国文化内底伊所操作的。你若真正去研究讲，现主席，中国这些人真正是汉人吗？中国捌去予元朝统治过呢，中国捌去予晚清统治过呢。若讲拢纯种的汉人啊，他咪讲啊，已经是杂种了。啊，所以伫这款的情形之下，因利用文化、利用教育，把咱所有的台湾人所教育的，就是教育讲伊要。伊要所需要的，把你变作迄种的人。但是，全世界敢是安尼个？全世界，你判定讲你是啥物人，敢有是安尼？伫一八三零年、一八四零年的以前，就是拿破仑时代的以前，全世界。敢那遵守一个法则，就是叫做并吞啊，并吞啊！伫战争的内底，什么人若占赢，土地若占去，安尼迄个土地就变作伊的。所以经过全世界，经过这几啊千年的演变，一直到拿破仑的以后啊，欧洲啊，才真侪国家才开始讲，会安尼袂使。那真正讲。战争以后去用占领去，啊，就变成那个占领的人的，啊，那这个全世界永远都无和平啊，没有和平可言。所以在演变中，这个战争法才开始慢慢啊一直成立出来。上个重要就是
一八三零年、一八四零年以后的战争啊，已经改变了。改变做啥？占领未使移转主权，就是讲这两个国家伫修建，占领的国家，伊会将战输的国家的政体、政体啊，甲改变，改变做占领这个国家伊所希望的一个政体。这是全世界的这个几千年以来的演变。啊，若无你甲看，美国人即马武器真勇，美国人老早统治全世界，但是敢有无呢？美国一直吹捧讲自由、民主，这个什么叫做自由？什么叫民主？有真侪台湾人伫今日。目睭所看的，头壳所想的，讲啊，你美国够有民主？我含台湾都一直要想公道，你都讲我袂当公道。我想讲要建国要独立，你都讲我袂使独立。你的头壳的内底一定有想真济这方面的这个问题，但是你永远一直提无答案。所以伫这个时阵，咱台湾民政府。伊2004年开始啊，来去研究战争法。研究以后啊，发现讲，夭壽哦，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包括台湾，到即马为止，拢是照战争法的原则、甲规定伫行。你会当证明无？我证明给你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有几个国家？无几个呢？五六十个尔呢？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的国家是几个？51个国家签的。迄当阵是等于网罗所有全世界的国家，在迄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底有牵涉到战争的这些国家来去签字呢。51个国家签，但是有48个国家的国会通过，讲诶，我们承认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参加签字啦。是安怎？因为中华民国伫1951年9月7日签的迄个时阵，中华民国已经变作流亡政府。什么叫做流亡政府？蔡英文讲的，大家都知道啊，但是你会甲问啊，什么叫做流亡政府？流亡政府伫国际法内底的规定是讲，一个国家的政府离开伊伫法定法定的领土去别位成立政府的，叫做流亡政府。敢若亲像西藏共款，西藏主张。1951年，这个中国啊，中共啊，入去西藏以后啊，伊走出来，走来伫西藏成立流亡政府。流亡政府有一个特点哦，这国际法的规定，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全世界的流亡政府啊，伊有历史以来啊，有几个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法国规个国家去予德国占领，伊政府变啊，就爱走去伫伦敦成立流亡政府。但是法国伫伦敦成立流亡政府的时阵啊，伊个英语的名叫做啥 ？French， 看嘛 ，London。比利时伫迄个时阵嘛是去予德国占领。比利时的政府也是走去伦敦，所以那当时的比利时这个国家，它的名叫做 Belgium, London， 比利时伦敦，法国伦敦，韩国走去在上海，它叫做 Korea， 上海。我说这个就是要跟你说什么，你知道吗？你有看到一个东西
有一个名叫做 Chinese, Taipei, 有吧 ?Chinese Taipei 的意思是什么 ?Chinese exile, 就是流亡 ,government 的政府 in Taipei。这么简单、啊。但是我们台湾人他给你教的他叫文字跟翻译说中华台北中国台北将来没有将那个流亡这两字给放在里面今天全世界都是承认说天主席的中华民国是流亡的政府在台湾的在台北、啊、不是用台湾也不对哦，在台北刚才这样是城市啦一个城市啦这是今天的现状呢中华民国实际上的现状就是 Chinese, Taipei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流亡政府在台北有很重要的国际法要跟你说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不能就地合法的意思是什么不管你用什么东西、啊、你选举也一样、啊、你就是选让你本土的台湾人去做了的总统拍摄你不是中华民国总统 你不是台湾的总统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的总统所以不可能变成你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阿扁啊拜登拼几波大家选他说他是本土台湾人票转给他可惜你转给他也是要求是流亡的中华民国的总统但是你跟你骗的时候说他是叫做台湾总统因为你就说台语他也说台语他是台南人他说台南的孩子台湾之子台湾之子当了中华民国总统我们的头脑弄回去我要讲一个例给你听看看我相信你一定有一种的经验因为在座我看看有很多都是偷鸡啦这间厝是我的我有三个孩子我想说楼下要来经营一个商店我三个孩子我经一个孩子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我说经第二个去给经营第二个经营了后没有经营了失败这间厝房拍卖人要给拍卖请问你若要给拍卖这间厝的时候要拍卖你看会成功吗会成功吗当然也不行是怎样厝是谁的我的啊我的孩子只不过是啥总经理而已啊总经理经营不好才换掉嘛各位国际上也是同样的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我们大家都知道读书都有读到马关条约但是马关条约真真正正的内容写写你敢知道 你若知道我相信是无罪呢马关条约在这写写一下大清大皇帝不是清朝政府哦大清在清朝的政府的大皇帝哦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写的合约第二条说将台湾跟澎湖跟台湾的周围的列岛全部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不是像政府对政府呢是皇帝对皇帝呢我请问你呢你若跟人打气哦我说我这间厝来过户给我们的林州长林州长请问这间厝若要登记登记谁的名是登记林州长的名还是州长的后生的名到底是州长的名契约是我们两个人打的所以
台湾这个土地所有权是什么人的？日本天皇的。但是呢，人全世界所有读法律的，拢有在读这条，独独中华民国体制内底法律系无甲你教这条。日本天皇，伊本来有四地岛，北海道、北海道、本州、四国、甲九州。日本天皇有这四地土地以后，伊敢有好可能日本天皇家己去管？无可能。所以日本的制度就是，伊的国会，伊的以前叫做贵族院。贵族院，甲这个众议院啊，尤其是众议院才选出首相，啊，这个首相去予选出来以后，就爱去找天皇，这个动作一定爱有。找天皇了后，当然落尾也是变作一个意思，去找天皇，天皇甲接收，甲点头讲 OK， 我交予你。安尼，这个首相才会当来管理。日本之四个岛，所以总理大臣定义是总经理，但是所有权人是谁？日本天皇，这是日本的制度啦。台湾人不知道这个制度，当然日本时代台湾人知影，后尾啊拢唔知影，无唔知影的原因是中华民国体制，我爱予你知。你不相信你去问所有读法律系现在的律师，你去问看看，你问说你在大学在读法律的时候，你有读到旧金山和平条约吗？我给你保证绝对没有，甚至读到博士哦，没有念。你说你有读马关条约吗？没有念。是怎样？因为他不爱让你台湾人知道真正的历史。现在讲到这个地方，马关条约，台湾和台湾周围的列岛和澎湖永久永远哦 forever 哦，挂给日本的天皇，日本天皇得到以后，日本天皇要怎样，像亲像他对那四个大岛一样，台湾这块土地啊，他也要替台湾这块土地来经一个去给管理的，那叫做总督啦。那以美国来讲，叫做 High Commission 啊，总督啊，啊，这个总督，伊经常伊叫一个叫做华山之计，所以利用伫1895年4月17日签了5月8日生效，6月2日伫家人的外号的横滨湾举行交接典礼。什么叫交接典礼？交接典礼就是讲来。台湾有几个岛，这几个拢点予你哦，点交予你哦，这拢你的哦。交接点，出印足清楚。1895年6月2日，台湾澎湖这两个大的岛，是已经100%是属日本天皇所有的财产，这是法律啦。所有的条约写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法律了。啊，日本那当中有首相吗？有首相，他怎么不爱叫首相去接？那特别又叫一个华山之计，这是日本的制度。他的首相是管那四个大岛，北海道、本州、九州和四国。台湾是他新后来新得到的，当然他要另外派一个总督去管。啊，这个总督华山之计有受日本那当中的首相管理吗？ No， 个人管个人的。但是那个时候对这个马关条约里面说的台湾这块土地顶管的人啊，不然怎已经那个时候在这块土地顶管有差不多300多万，不然怎？所以日本政府照国际法公告一个事情，我两年内底，予恁这人家己去思考。你若要愿意要留咧伫台湾这块岛的，你会当留；啊，无你着财产甲卖，你转去。
有三百几万人内底有1320几个人卖财产等于中国，但是我跟你讲，迄1320几个人无到半年，拢阁白倒转来。我伫中国我都生活，所以就住在台湾。迄当阵台湾的台湾人的生活真差，甲中国差不多啦。啊，真迄当阵清朝将这个台湾割予日本的时阵啊，哦，有一个代志足夭寿的。你若甲看，因为今迄个 PowerPoint 哦，我都出来。你若看迄个时阵啊，清朝管的台湾啊，毋是专台湾这条这个岛呢，干那西海岸、西海岸六个屯垦区，清朝有权利去改管。安那讲，伊派迄当阵啊，伊就为中国派兵啊，这個、六个屯垦区啊，伊我都管。但是正边原住民这块土地啊，中国无法度管的。安那讲？伊讲认为迄是化外之民，中国人实在有够行逆，啊嘛足苦，唔是你的土地，竟然敢割予日本啊！啊，日本戆戆呢，啊欢欢喜就入来接啊！啊，即摆入来接的时阵啊，原住民啊反抗啊！我们今天有好几位是原住民同胞啊，很了不起。他说：“欸啊，你这个日本人，这外族啊、异族啊，你怎么到我的土地来？我本来有林场、有猎场啊，啊，你来干涉我啊！反抗。所以那个时候，日本人啊，对原住民啊，是有够头壳疼啦。刚才咱个看那个塞德克巴莱，差不多是迄个经验。他袂讲啊，塞德克巴莱哈，伊发生的这个代志，含我伫2005年、6年写的。原住民的代志啊，很类似呢。我甚至认为讲，迄个导演有看过我的文章呢。我唔是讲假哦，你也讲去到网上有呢。我甲写啥物？迄个网上的题目叫《消失的福尔摩沙》。你唔相信哦？迄本书敢也剧本呢？啊，我真早就写啊。迄当年原住民对日本人来统治的时阵啊，非常不满。日本人人有检讨哦，1895年入来了后，伊太多地方嘛，我爱听你的法，迄、那个管制嘛，所以经过10年，1905年的时阵呐，日本讲安尼袂使，这个原住民拢不爱听我的啊，我对伊真好，伊嘛是安尼甲我反抗，啊对伊无好，伊嘛是反抗，啊伊唔知要安怎，啊所以伊开一个国际会议，叫美国，伫厦门的。领事叫做李先德，谁来叫伊？因为李先德伊是美国人，因为美国有对印第安人斗争的经验，所以叫来才开会。开了一个会议啊，因讲李先德伊就建议，伊讲因为原住民每一个族有一个国王，没有错，但是拢真少，迄是一个部落式。没有形成一个国家的组织，没有建构为主权的组织，所以不算是国家。因此，他就决定说，这样，日本人可以把它讨伐。所以1905年开始，经过10年，日本哦，那这样，那对台湾原住民哦，真是吃尽苦头了。经过10年啊，为家人开始甲拍到这个屏东啊，所以日本人建构台湾主权在1915年。400年来，台湾没有建构过主权，无主权呐、啊，因为不是欠一点就欠一点，无主权。所以，到1915年伊的时阵啊，台湾整个大家拢在也被日本人征服。国际法内底讲征服啊。那是好听话，讲讲较粗一下，他打了胜仗，打赢了呢。啊，你打输的人啊，爱听伊的指挥啊。啊，所以迄个时阵，1915年啊，台湾主权的建构在日本人的手上完成。所以在1922年2月6号，日本因为发展伊的军事，变作
世界五个大足强的一个国家，一流的国家。迄当阵咧，美国啊属于二流的。伊迄个时阵，1922年2月6号，我签一个合约啦，九个国家的裁军协定，规定五个国家讲，你会当军海军几架船啊，啊陆军偌济迄个坦克车，安尼甲你规定。伊迄个时阵，日本是算全世界一流。迄个时阵足清楚，讲台湾就是日本的土地，但是台湾的人民伫迄个时阵还不是日本的公民，所以台湾人开始反抗。伫迄个时阵就开始反抗咧。1915年，台湾人讲：“我是同款受日本天皇伫甲我管，我的财务甲日本的本土的日本人无同款呢。”我没有参政权，我没有服兵役的权利。你当想讲真奇怪呢？这服兵役是啥？大家拢最爱做兵的吗？服兵役是代表对一个政府的效忠呢。这个对这个政府的效忠，就是牵涉到国家对于老百姓的保护了。你有效忠关系，有保护，这个效忠关系就产生，后面产生啥？产生国籍啦，日本的国籍。国际法是为这演变过来，所以咱台湾人伫1915年，甲迄个时阵开始，予日本人将台湾啊，创啊规规矩矩。你我相信你捌听过你的老爸也好，你的阿公也好，捌甲你讲，日本时代也无贼啦，风气偌好咧，有无？各位，我甲你讲哦。今年3.11的时阵啊，大迄、那个海啸啊，大地震啊，海啸啊，全日本迄个东北所在密密麻麻。你甲看电视内底日本人啊，排队呢，敢有去抢？无呢，高速公路排队呢，全世界拢惊着，拢甲学路，拍拍手，好学路。台湾人嘛拍拍手，学路，你袂记你家己。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台湾无政府呢，日本军武器放下来嘛，没有，已经无政府啊。有60几天台湾人啊，甲迄当阵3.11迄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啊，台湾人赶快完全规规矩矩，全世界嘛着惊呢，台湾人这么守特殊啊，那个时候的台湾啊，60几天啊，犯罪率零呢，零犯罪率呢，无警察，无政府，老百姓拢主动自发，各位，这是日本人的教育。你看到3.11日本人守特殊的时阵啊，你袂记讲你家己当时嘛是安尼啦。台湾有真好、真好的先天的迄个基因在那里呢，是因为受着中国支那这款的文化，教派去，教派到今日的社会贪、白贼、放风，家己好就好，别人死不要紧，就是今日的台湾就是安尼。所以咱台湾人到今日为止，那还阁袂晓觉醒。但是你讲干那觉醒，干尔简单？台湾讲觉醒，你就觉醒了吗？无简单啊！你变怎？为基础开始创。那最基础是啥？台湾的真正地位也讲个清楚啊。讲过倒来，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去对珍珠港轰炸，12月7日，罗斯福去国会演讲，国会向日本宣战。各位，这句话你也听有呢？不是总统罗斯福总统说宣布开战呢，他没有权力呢，是美国的国会才有资格宣战呢。
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你无注意哦，啊，那不是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是天皇宣布。为什么？二元的国家嘛，二元，一元一元两元的元，二元制啊。天皇讲的遵守，政府只不过是啥总经理嘛。所以这个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上的结构，和你的头壳内底的迄个政治上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你的总统制在你的头壳内底，那是不一样的。OK，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951年9月7日，1945年投降，到1951年9月7日才签，啊，1952年4月2日生效，经过几年？7年。战争以后经过7年呢。哎呀，我哎呀，久。这个7年内底哦，变化足多的。变化什么物件？本来日本跟美国是敌对，但是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哇！美国为着要防止共产党的扩张，所以美国跟日本人啊变成朋友。甚至麦克阿瑟跟那个写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那个杜勒斯夫妇啊，哎，去参拜，去跟日本天皇见面，见三拜面。当然，伊见三拜面，遐资料啊，到今日无甲你公布。你知伊见三拜面讲啥？有一个重点，日本天皇要求杜勒斯讲，拜托你美国继续把我日本占哦占掉嘞，不要紧，因为伊惊共产党伫韩国爆发嘛，伊扩大伊的声势嘛。伊讲占偌久，伊家讲，互你占200年不要紧。各位，但是日本迄当个首相啊呐反对呢。拜托诶，你甲我占咧哪会使？你也较早走咧啊！因为麦克阿瑟底下甲创一个和平宪法，日本天皇变作虚位，嘛毋是讲叫做虚位啦。你若讲有真正诶虚位吼，日本诶首相吼，即摆若做首相以后，嘛是爱去甲日本天皇拜呢。啊，日本天皇讲哦 ，OK， 好哩，啊，你也当做首相诶，你才会真正有迄个首相诶职权呢。嘛是赶快二元的国家过来。日本政府变成这种情形之下，天皇对我们实在上对我们台湾的人民是很好哦。所以日本天皇到今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说 Japan renounce， 日本政府放弃 renounce all ALL 全部的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那个 right title 跟 claim 嘛，无加 s 呢。读过英语的拢知影 ，A L L 后边啊啥，复数啊，啊加 s 啊，安内无加。为什么？因为这个物件，含在1947年，意大利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国家，伊签一个合同，嘛是23条 A， 伊讲啥？意大利 renounce 放弃。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欠一项呢 ，claim 呢，主张呢？为什么？读读国际法的人那么不哩，甲你研究这個？因为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台湾本来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公布诏书。和所谓台湾人有参政权、甲参战权，因为这个公布，台湾这块土地为封地黄土啊，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因为这个公布了，当时4月7日同一天，佫公布一个参众议院的选举办法，其中讲台湾人伫贵族院就是参议院，会当有3名。众议院一旦有5名，顶个月娘娘，
我摕这个四月初一的这个诏书啊，讲到四月初一，你也讲奇怪呢。啊，为什么四月一号？为什么不愚人节了？为什么不会五月一号？为什么不要六月一号、七月一号？各位，四月一号对日本来间隔的制度哈、啊，是有非常重大的关系呢。也会计年度四月一号，也开学四月一号，公司开播四月一号，这是日本的，所以一切开始都是四月一号。而且潘文吼去创的愚人节，伊是唔是创愚人节的？因为日本四月一号，我伫顶个月的时阵啊，日本的外务省啊，有人来跟我讨论代志。我摕诏书我看，我请问咧，你看到诏书伊惊着咧？你怎么有这个东西？当我是影印本啊吼。但是由正本的复印的影印本，一看，我这个算不算？有算是无？还有没有效？你看看，日本天皇的印啊，皇帝的印啊，第二点款有效。伊甲你讲啊，哦，有效好。我搁摕迄个党刊四月一号法律第34号文件好看。啊，请问这个也没有效？嘛是同款，皇帝的印啊，所有大臣拢签字伫顶款。两个都有效，我安尼好，安尼我台湾民间会被派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我不是开玩笑呢，我咧讲，我只讲事实的呢。你的法律规定有效啊，啊我台湾民间嘛是有效啊，啊我台湾民间为什么有效？我相信在座即马很主席，你也不一定知影讲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呢？为什么？所以我跟你讲，这台湾的地位非常的复杂呢。所以你在这上课以外吼、哦，我唔是咧做网络啊，讲啊讲规波了安尼，你袂切。但我一定爱买这本册，爱互你知影。你莫干那上课诶，拜托你爱买这本册，这是。1000块，但是咱的学员500块，你一定爱买。我跟你讲，你粉卖家、酒卖家，你都爱买；你口红卖买，都自己慢慢爱买。因为这本啊，会当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讲遐都好，广告时间过啊，广告时间过。我甲一本讲，天皇的诏书有效，法律第34号有效。因为我遐变，日本因为战争以后吼，有真侪法律，伊拢甲伊讲无效、无效、无效。啊，这个伊老咧呢，有效呢。所以，我今日公开讲，咱12月20日甲12月24日，要去日本，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咱的内阁成员110个。当时12月23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要去甲日本的天皇啊祝寿。日本天皇会出来呢？不是刚刚会出来呢？我昨啊哦，接到一个消息，我都困未去。什么消息？你知道？你咪错一条。日本的总理大臣，日本的外务省、外务省的大臣。9个参议院议员，15个众议员，日本的东京都的市长，甲伊三个迄个重要的干部，这些人拢要和咱台湾民政府这110个见面讲话的，这拍破案嘞！我甲你讲，12月啊，这个代志若不造成全世界。大轰动，大震动，我随在你。国际媒体一点有，我唔惊中华民国，伊即马中华民国对咱台湾民众拢缩掉诶，你免烦恼，即只大诶代志哦，上少200-300支诶卡面啊，伫遐咧翕哦，伊看袂掉啦，你免烦恼啦，即阵免烦恼，但是咱即马爱较低调。当然我安尼讲嘛，无算低调咧。
你讲的足正确。日本人甲我讲，嘿，我们不用打仗就得到台湾啦。我哎，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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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稍等，你爱问我嘞，我国际法专家呢。他有没有得到？他表面得到了，因为1950年的时阵啊，联合国对台湾这块土地处理啊，有六点，其中第五点讲要让台湾自治啦，自治啦。你台湾既然你袂当为日本甲挂开，你占领不移转主权嘛？啊，你占领啊，你袂，你台湾要甲挂开，无可能。啊，日本政府已经放弃，但是日本天皇还袂放弃啊。啊，但日本天皇伊做这个和平宪法的时候，将日本天皇的嘴甲封起来，你袂当讲话。但是日本天皇袂当讲话，伊当做一个动作啥？点头，啊话摇头嘛。点头就好啦。我跟你讲，咱这边要去日本，我是只阿伯讲无啦吼。我有甲日本天皇写一张批，伊看批以后，伊免甲我回答 yes or no， 看看诶，笑笑啊，入味道，安得啊？安尼刷落去，找上诶麻烦，找美国啦。我讲日本同意啊。伊无反对嘛，没有反对就是同意啊。所以，咱若有查某囝爱甲查某囝教咧吼，查甫若讲要安怎的时阵吼，你讲不要爱讲出来呢，别当我爱讲呢，要讲出来。啊，日本天皇无讲，安尼太好了。我要甲伊讲，我台湾要自治，同时你日本政府爱叫日本政府出声，甲美国讲，台湾问题要解决啦。各位，不是我搞，美国搞，美国有甲暗示啦。哦，啊奇怪，所以这独派哦，对我拢足吃醋的，你知咩？奇怪呢，啊美国拢甲你林志升讲，啊拢无要甲你讲是安怎？我讲讲哦，很简单，我其实我嘛问过美国啦，因为即马有四个单位伫甲咱联络，国务院、国防部、CIA 国家安全会议代表。都有电话在跟你联络，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找这些独派这些人，他说 他们的论述都错误，我们为什么要找他啊？如果 找他们的时候一天到晚辩论就好了。所以我跟他们说，有一天你的论述如果正确，美国会找你啊，如果要继续在那边画独立吧，没效了。所以美国一定找我们。这没多久以前，蔡英文派那个啊，做萧美琴去美国，伊甲美国讲：“你若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台湾，我马上宣布，我们不要中华民国，我们马上归美国军事政府。”美国讲：“唔免，